嗯，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圆圆硬硬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个人家种的。你要干嘛？要拍呀、啊？要做什么？等下吃饼干就好，不要等下吃糖。在上面那个啦。胃不好。在哪一个路？在那个三民路。中山路啦。中山路、喔。民生路吗，姐姐？我们住中正路哎、欸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民生路吗？金伯承，你住什么路？有开罗，地摊有开罗。他们上学会念英文吗？谁？弟弟呀、啊。他还不会，你要不要教他好不好？他会呀、啊。那调皮的，那学弟的。去哪里？咱们要买这个。姐姐，你要去哪个路？什么路？Go 去哪里啊 ？Go 去哪？我们去三民路好不好？黑青刀疤地，黑青刀疤地。黑青刀疤。今天学校教什么啊？有没有教唱歌？没有。他今天都在学校玩而已哦。滴滴。好不好玩？那今天在学。鳄鱼来了，剩下三只了。三只哦。三只猴子，荡秋千，嘲笑鳄鱼被水淹。鳄鱼来了，剩两只了。两只哦。两只。这边也有两只啊。爱吵架。到很久了，我到了。哦，球球哎，球球不见了。姐姐，你不能弄那个，这样很脏哦。你不能碰到它哦。好了好了。对啊，小孩子这样，啊，拢爱穿。有钱啊，好穿拢无人要穿。啊，无好穿啊，爱穿。没有，然后吵。没有，就是拿两个玩具，转移目标。他都是看我这样子，大姐，我要看姐姐，不要看看眼睛，看鼻子，看。好。好，走啦。我都还没，我都七点就出。那你就七点就了。太早了。七点把它挖，这样对啊，早点把它挖起来。八点吃早餐。可以的。八点吃早餐。应该没绑吗？我等下准备叠起来。金伯承，你在喝什么？喝什么？喝什么？
你为什么要丢？不能丢。我把我的三颗也丢我的心。漂亮啊！那你要开什么店？我要开草莓店好了。哦，草莓店啊。还水果店。草莓水果店啊。对啊，什么？请问这里是水果店，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西瓜。瓜瓜。1000块钱。好贵啊！好贵啊！好，谢谢。要不要洗澡？那你的虎虎哎？哪里亮？大家有看到它亮吗？我要跟它一样。1, 2, 3, 4, 5, 6. 那我们一起来唱吗？好。S for me.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.Come with me. 1, 2, 3, 4, 5. 哦，你把这个拿起来。这一天才在学校跳舞。他其他的都在干嘛？我其他在家里跳啊。地上都是亮晶晶。我那裤子啦，你要不要亮晶晶？来洗一洗就好。收玩具，收玩具，好不好？收玩具，好不好？没有收，等下没有捏捏哦。也没有巧虎了哦。那个巧虎。收玩具，收玩具。Oh!